头一摆来啊，转乡的所在吧，从东南到西北，哎，是我顺着你，嗯。Hello， 我而家喺度好高兴，然之后咧，我觉得呢度真系好靓好靓，广东人真系可以嚟呢度睇下噶。拜拜。我操他妈！我弄成锤子了都，跟你说，把那怂都弄出来了，就直播呢是吧？那就用普通话，就是很美。水果呀，我小时候是这长大的。吹。农村嘛，不都是炕嘛，只是没有这么大而已。站这里，换个人，换个人。我们现在在登记住房。啊？粘上这粘不上，这你看都断了都。你看这块它应该是这样的，啊，塑料的，嗯，这都断了。我的三脚架摔坏了，报废。看可以当那个啥用？当啥？当那个，可以把它拆解开当单杆用。你看，哦，就是这个比较。我的三脚架刚才不小心到地上摔坏了，然后我把它拆成了单杆的，这就意味着今天晚上拍不了夜景了。哎，门好窄，这是我们的房子，你直着能出来不？得窝着头。我们现在要打算出去逛一逛，拍拍风景，因为这是最后一天在白哈巴了。走，拍东西走。明天就要离开了。欣欣，把帽子弄好。啥东西？要不要？我不要那个。这是啥？这是暖手宝。过一天，我晚上用。南极人暖宝宝，冬天必备。晚上用。我们现在就走到了，已经走到头了，中国的最边境。最西北。最西北吗？最西北。最西北，边境了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儿立了个牌子。最西北，中国最西北的边境。妈，边境管理区，游客止步，禁止通行，不能再往那边走了。这全是铁丝网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全是这种铁丝网，一直延绵到那边的山上，全部是。然后边防哨所在那个塔那块，我们等会儿再走过去。然后这些牛在大门外，国外牛，不是，当地的，好臭呀！嗯，冬天的牛粪味都这么强。他写的中哈，网住号549。这些牛都想啥呢？牛啥也不想，都是定板。牛没有思想，就定板。嗯，发呆嘛。你看，全定板不动，定格嘛。你看那个白牛，跟假的一样。耳朵动一下，定板牛。就游戏里暂停了，全是定板牛。好羡慕他们的生活啊，无忧无虑，但早晚会被宰。我们现在走到了刚才山的对面另外一头，我前面就是边防哨所，有铁栏杆围着，铁丝网围着，同样进不去，只能在外面看一下，看能不能看见我国的驻守边疆的士兵们。而且给大家提一个小建议，出来玩的时候一定要穿成这样，五颜六色的，中国大妈们的这样。像我这一身黑的话，站哪拍照都不好看，切记不要一身黑，因为我穿不了彩色的衣服。
但也看去哪儿。但是你在雪地里面肯定是这种啊，雪地这种这种。但是你要秋天来，全是颜色啊，穿黑的还行，就是穿黑的或者白的都 OK。对，但是冬天来新疆一定要穿这种色彩斑斓的衣服。嗯，好香啊。哇，哎，晚上能住这儿不？咱们为啥不都住这儿？啊？对吧？这是床，咱们几个都睡到这儿吗？我们开始晚餐，手抓肉。赶紧拍个照。哟，这是怎？香啊！手抓肉，新疆的手抓肉，赶紧吃。就是没有羊肉串。拿筷子给我。咱们几个菜？好几个菜呗。一个手抓肉，一个炒芹菜，还有一个辣子炒蛋。有主食没？面。辣吗？西北只吃面，不吃米饭。他不给他拿碗吗？想吃米饭回。就拿碗吃。我们的导游小兵在。嗯。哥，我是信你信对了。我不吃羊肉，我属羊，但是我嫌羊膻，真他妈不膻，真好吃，真好吃，那个奶香味儿，嗯，超好吃，嗯，不是说不吃羊肉吗？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那个不吃羊肉，带着肥的，看这样吧，带块肥的羊。还冰个吃，不敢吃肥的。嗯，一点都不膻。下辈子我要做个新疆人。你今年多大？你这辈子嫁了新疆不就是新疆人了？今年多大？22。下辈子。22。沙拉里不是也都生羊吗？不吃啊。面条就这样吃，下是面条，还有个羊肉。然后上面再放皮牙子，皮牙子就是香菜，就是洋葱，洋葱这样，嗯，这样包着一块儿。全中国都有一套凉菜，就是洋葱拌木耳，一口吃。没有，我们木耳。一二三，开始。干啥呢？没有呀。啊？你出去太猛了。你要这样，你这样就没有。要往上还是往？往上。这么低肯定往上吗？不然拍不到。一拿开，一拿开。好酸。明白。一二三。这不会傻逼吗？无聊不？你哈气呢？Get around, I get around, yeah.